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良渚，意为美丽的小洲，被国际社会公认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遗址就位于这里。5300多年前起，中华先民在此安居乐业千余年，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更是将玉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那么玉在这座5000多年前的古国绽放出了怎样的光芒？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平遥镇，处在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以山为屏，临水而建。在这里孕育的良渚文化由施心庚于1936年首次发现而得名。良渚文化最早距今约5300年，相关遗址广泛分布于钱塘江流域和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典型代表器物就是黑陶和玉器。1973年，在当时的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一处良渚文化墓葬中，两件极为重要的玉器出土，让考古界颇感震撼。草鞋山遗址第一次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面出土了玉琮、玉璧，这么重要的中国的玉礼器啊，原来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就有，原来被认为是比较落后的蛮夷之地的啊，江南地区有，所以这个在当时来讲呢是蛮震撼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方表地，圆表天，玉琮方圆兼具，为贯通天地的巧妙象征。周礼中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可见玉琮是古人用于祭祀的重要礼器。此前玉琮一直被认为是周代或者汉代的产物，草鞋山遗址玉琮的发现刷新了人们的认知，也给考古人带来了启发。草鞋山也好，富泉山也好，四灯也好，就是江苏上海，他们凡是挖到玉器比较丰富的地方，都是在这些山和墩上面。这些人工用土堆筑起来的山或墩，在考古界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土筑金字塔。这些山包下面都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那么在良渚文化的命名地究竟能否有重大发现呢？1985年的冬天，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反山的小山包引起了良渚遗址考古队的注意。1985年的年底，当地一个乡村企业要在反山这块地方建立一个自动材料厂，他们也没有汇报，已经在反山的南边20多米盖厂房了。王明达是当时良渚遗址考古队的负责人，得知反山的情况后，他赶紧带着人到现场查看，马上发现了异常。反山的西侧有取土的一个断面，一看这个断面，心里就咯噔一下。王明达和考古队坚信，具有土筑金字塔特征的反山应该也会有重大的发现。1986年5月8日，反山考古发掘正式动工。然而20多天过去了，除了发现11座汉代墓葬外，一丁点良渚时期文物的影子都没见着。5月31日这天，天公不作美，下午3点多，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这时正在发掘的12号墓葬坑内有了新的发现。一名考古队员从1米多深的探方中爬出来，手里捧着火柴盒大小
红白相间的一块泥递给了王明达。我一看，凭我的经验，很激动，我用1.6米的隔梁上就跳到这个探方，然后迅速地爬到这个一米深的坑里头。他递了我一把平头铲，我一开始铁工具往边上一甩，挑土的土迹上面折了 一段竹片，就轻轻地拨开了，红的、白的不断地扩大，慢慢地已经有半个手掌这么大了。考古队发掘出土的这件器物，正是一件良渚文化的嵌玉漆碑，浙江省内的第一座良渚大墓终于显现，就是我面前的这座反山十二号墓。在这座墓中，一共出土了647件玉器，包括6件玉琮以及玉钺、冠状玉器和三叉形玉器等。其中有一件玉琮被称为玉琮王，那么这件玉琮王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呢？在反山，考古队共发掘出9座良渚大墓，而十二号墓正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在这座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王，通高8.9厘米，孔外径5厘米，重6.5公斤，体量硕大，器形成扁矮的方柱体，轮廓硬朗，内圆外方，中孔贯穿，通体精美华丽。所谓琮王，就是在十二号墓的清理过程中6件玉琮之一，它的位置基本上是靠在墓坑的中段偏北，在人体确定的话是在肩膀部位，和其他的几件的放在胸腹部位有所不同。当我们把目光拉近，可以看到在玉琮王的4个立面竖槽内都雕刻有神人兽面纹，上部为头戴羽冠的人像，圆眼宽鼻，一张大口，气势十足，中部为兽面，双目圆睁，獠牙外露，下部为爪状兽足，爪甲尖利，透露出咄咄逼人的威严气势。良渚的神徽呢，实际上由3部分构成。那么它的上面呢，就是他们原来应该是某一个王的形象啊，头戴羽冠，中间呢是一个兽面的样子啊，2个大的眼睛，然后有獠牙的一个嘴巴。它是为了表现神的一种威严，那么它就是神的代言人。雕刻兽面纹是良渚玉琮的一大特色，横空出世的玉琮王则是首次将带有兽面纹的完整神徽形象呈现在了人们眼前。这种神秘的纹饰究竟在诉说着怎样的故事？纹饰本身是我崇拜的一个神灵，或者是我信仰的一个体系的一种形象的表现。那么这个玉器承载了这个纹饰，玉器也就承载了一定的所谓的神力，可以在仪式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共的活动当中发挥这样的作用。那这个在良渚表现得非常的明确。玉琮王所体现出的雕刻工艺也令人匪夷所思。这幅神徽图案实际宽度不足4厘米，高仅3厘米，最细密处竟能在1毫米间距内刻下5-6道纹路。当时的良渚工匠是用什么工具做到的呢？基本上应该用的就是这种黑色的碎石啊，这种很硬的来啊，这样刻出来的。那个时候也没有金属，所以呢，能够达到这么微细的这个雕刻，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神徽面部，一双炯炯有神、向外突出的大眼睛凝视前方，格外醒目。这双眼睛呈正圆状，
由大小两个圆圈组成。这样规整的圆形阴刻纹又是如何刻画出来的呢？良渚的那个神徽纹里面，它的眼睛啊有好多种刻法，它的眼圈是管钻，1.5毫米的直径去做管钻。你如果把这个神徽纹放大的话，你就能看到这个兽面的两个眼睛。它又套了一个小铜人，这个铜人因为太小了，它只有1毫米的直径。原来神徽面部的大眼睛正是良渚先民管钻技术的体现。他们选用不同直径大小的竹筒，配合解玉砂，采取钻而不透的方式，在玉器表面钻刻出印痕，巧思妙想，令后世折服。从反山王陵发掘开始，此后几十年间，良渚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频出，最终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10余座高低水坝纵横其中，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左右。这样大型的工程，那么它不是一个几个村庄就可以搞定的，那么它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来支持。就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它的社会发达程度是不亚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其他文明。良渚古城遗址揭示出，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进入了具有早期国家特征的古国时代。这里的人们建造起了梦幻般的水乡泽国，他们以稻作农业为支撑，过着贩稻耕渔的生活。他们有了复杂的社会分工，有人修城筑坝，有人制造玉器。这个古国权力和信仰的集中载体就是玉器。而良渚先民所留下的玉器当中还有一件杰作，那就是玉钺。和玉琮王一样，良渚古城遗址的玉钺王同样出自反山12号墓，上下端有钺帽钺对加持，钺帽与神徽的冠帽形状相同，钺的刃部上角有神徽浮雕，刃部下角有神鸟浮雕，威严的气息隐约袭来，似乎非常人所能掌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王权军权的权杖，它的上面装了一个神像的帽子，那么他很显然他就想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个王权是神给的，他要行使权力是代表神的。良渚人所创造的玉钺组件形状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十分类似，汉字中的王字便是由钺象形演化而来。玉钺多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而且无使用痕迹，这种组合式的玉钺形似权杖，展现着主人的威仪风范。史记中记载，汤自把钺率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尚书墓室中也有周武王左杖黄钺，右柄白毛以灰的描述。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钺爵书，甚至有皇帝之时以钺为兵的记载。难道在那一时期，玉器真的曾被作为兵器使用吗？以钺为兵代表的是用钺去象征军权，或者说用钺去象征当时的一个最高等级的权力。它的这个硬度啊、质地啊，它达不到兵器的这个使用效果，它更多的具有礼仪性，
和承担了被赋予了灵性的象征意义比较大。考古证据也表明，玉钺是对实用武器的玉理化表现。《越绝书》中同时记载道：“夫玉亦神物也，又欲圣主使然。”大意是说，被视作神物的玉，又被皇帝这样的神圣之人使用，以此展现统帅力。可见，在四五千年前，以玉为兵所反映的，主要是王权和军权的象征物。越绝书本身写的是这个南方地区的一个历史，所以它可能真的是代表了至少那个阶段的人的一种集体记忆。他们确实的知道在整个南方地区存在过以玉为尊的这样一个时代，确实存在过用玉去做钺的这样一个时代。虽然黄帝之时的种种传说尚待考证，但那一时代传承至今的玉文化认同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在考古人的努力下，玉在当时所代表的意义也正呈现出越来越鲜活真实的面貌。中国有没有玉器时代呢？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可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就代表了整个以玉器生产体现复杂社会的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梁主人以玉琮、玉璧、玉钺等为核心，在那个遥远的古国时代，即红山文化之后，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个玉文化高峰。在众多梁主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各类型墓葬层出不穷，大型墓葬的出土玉器种类丰富，质地上乘；小型墓葬的出土玉器则少而单一，显得朴素许多。三叉形器、冠状器和锥形器等玉器，只有良渚古国的权贵可以使用。玉管、玉圆牌饰和玉珠等玉器，则需要相互组合、搭配或镶嵌，作为贵族阶层的装饰之物随身佩戴。梁渚文化这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尤其它所创造的这个玉礼器，对中国的龙山时代，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辐射。那么往北呢，可以到达这个陕北以及甘肃、青海。往南呢，可以到达广东，所以我们通过梁渚玉器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演变的这样一个现象。距今约4300年左右，梁渚古城的繁华景象逐渐褪去，具体原因尚待考证，但以玉琮为代表的梁渚玉文化，却在不断向外辐射的过程中得到了延续。从浙江梁渚到四川三星堆，两个文明中间不仅隔着1000多年的历史，还隔着1800多公里的距离。2021年，一件神树文玉琮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古蜀先民将他们极具代表性的神树形象刻在了梁渚人首创的玉琮这一器形中。长江下游和上游的两个文明在玉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完成了一次跨时空的握手。不止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在黄河流域的两个古城遗址中也闪耀着梁渚玉琮的影子。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境内，塔尔山西麓汾河以东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遗址坐落其间，
40多年来，考古人在这里陆续发掘出规划有序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殿。目前已知最早的观象台、千余座墓葬、手工业区等，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图景展示在世人面前。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陶寺先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文明，但他们对玉器的使用则显得务实了些。比如这里出现的玉琮，与良渚玉琮相比，看上去更加简洁淳朴，少有纹饰。它们的功能会是什么呢？多数都是套在胳膊上、手腕上，和一般的这个玉镯呀、玉环啊，好像是同等功能，基本上都没有装饰，还是保留着这个琮的特征。但是它这个使用的功能上，已经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地位。除玉琮外，陶寺遗址也出土有玉钺，但特别之处在于，钺体上钻有多个小孔，因此被称作多孔玉钺。这些小孔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推测，这些孔是挂璎珞一样的装饰物的。那这样就会增强这个玉钺的仪式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仅仅一件多孔的玉钺就能反映出来他重视仪式、重视礼仪。在陶寺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小巧的人面形玉器，宽6.5厘米，高3.5厘米，厚近3毫米。只见它整体扁平，呈倒三角形，头顶有冠，双眼镂空，神态安详，被称作玉神面或玉兽面。它是一个玉礼器，这是它的最基础的功用。它同时，它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配饰，戴在某一个部位的一个配饰。陶寺文化玉器既汇聚四方特色，又展示出新的风格，也包含着华丽庄重的隐喻，成为陶寺遗址礼制社会的缩影，生动地展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玉文化内涵。跨越晋陕大峡谷，在与陶寺遗址南北相望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有一处用石头建造起来的巨大城址，名曰石卯。石卯遗址总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墙体系完整，蜿蜒的两道城墙加起来长达10公里。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大量片状玉器被草办理裹护着砌到了石墙中。石卯的很大一部分玉器呢，是原本被砌筑或者有意的藏匿于这个石构的墙体里，特别是这个玉钺、玉铲、玉刀，这是一类极为罕见或者特殊的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我们简单的形象的称它为藏玉一墙。外城东门址位于石卯遗址最高处，这是一处结构复杂的城门设施，在这里的石墙中发现了完整的玉钺、玉铲、玉刀，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古籍中关于瑶台玉门的描述。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瑶台是神仙居所，而玉门则是神仙进出的大门，都是用美玉建造而成。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曾仿照神仙黛玉筑清宫、饰瑶台、作琼室、礼玉门，足见其骄奢荒诞。所谓的玉门、瑶台、琼楼玉宇，显然这个在现实世界里头可能是无法实现的。如果这种的确存在的话，那我们不妨认为承担了宗教祭祀职能的一些礼仪性的
建筑里头使用了或者点缀了一些玉器。藏玉于墙，充分反映出石卯人对片状玉器的钟爱和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片状玉器，他们不惜将来自四面八方的玉器进行二次加工。邵京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馆员，也是石卯遗址考古队的副队长。从2012年石卯正式发掘开始，他便一直坚守在这里。在发掘过程中，他就发现一件外方内圆的玉琮竟然被纵向切成了薄片。本来呢，那是一件高体琮，啊，很立体的一件玉礼器。那么到石卯之后呢，他会把这样一件玉器有意识地改成他所钟爱的一件片状玉器，先把一件玉琮一面给切下来，然后呢，要把里面的那侧圆弧状的那部分又要切掉，他就是想取靠外侧的片状，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证据，也是石卯人对片状玉器加工的一个证据。从层层拱围、固若金汤的城门设施中，不难看出，石卯人防御需求十分强烈，似乎长期面临着战争的考验。将玉器打造成片状的形态，无疑是为了便于将这些玉器放置在建筑中。那么石卯人藏玉于墙的背后究竟有何深意呢？它也是一种建筑的神话，通过这种方式呢，使这个建筑本体呢增强了驱神当鬼的这种功能。那我们在这些墙也好、建筑上也好，还能观察到另外的迹象，有一些很大的石雕，非常精彩的石雕。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墙根处发现用人头去做奠基的这样一种我们叫人头坑的现象。藏于墙，墙面上有石雕，墙下有人头，像这三种情况呢，表达了石卯人对他的城墙宏伟的建筑的一种精神期许。在地貌险峻的高山台原之上矗立着的宏大工程，修筑城墙时被埋藏在石缝之间的各类玉器，有着通天功能的乐器口簧，颇具特色的神秘石雕，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让石卯浓厚的圣城氛围越发凸显。城中的每一处角落都彰显出石卯是一个颇具凝聚力的强势王国。良渚、陶寺和石卯这三处都邑性质的遗址都已经呈现出了早期国家的形态，它们犹如三颗闪耀的流星，划过中华文明的前夜，照亮了夜空。虽然它们在时空上并没有连续性，各自的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是玉文化犹如一条强韧的丝线，将它们紧紧地连接在文明进程中，在那遥远古国的广袤天地间书写下了夺目的篇章。